在我们已经见到了黄石公园的这个里面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正在走在这个黄石公园的这个路上啊，已经在里面了，公园里面了，很快就会到达该到达的目的地了。路边有很多的标志，说有很多的动物，有熊啊，有什么的，还有羚羊。